的哈鲁，我今天呢来住的是希尔顿饭店。这里呢离板桥火车站很近，就是交通很方便的一个饭店。那现在带你们去参观喽。进去会先看到酒吧的部分，旁边左手边就是他们的柜台。这次我们住在20楼，超棒的。办入住的时候，柜台小姐可能看到我们有寿星，就直接帮我们升等加晚退到下午3点，还送我们小蛋糕，很贴心，超感动的。来进去我们的房间哦，带大家去看看房间有什么。这里的浴袍布是软的，而且比较薄，所以很好穿。下一个来看浴室，我蛮喜欢这种素素又很有气质感的感觉。他们是用胶囊咖啡。还有可爱的小沙发。Yuki 好像很喜欢坐在这个沙发。这里的早餐种类也很丰富，还有我爱吃的荞麦面，还有纳豆。尤其是这个点心区是我最喜欢的，超可爱的，很像来吃那种野餐的感觉。这边还有现做的松饼哦。Yuki 在房间都待在这个小沙发，然后看风景。
最后就是我最期待的泳池。有机会我还要再来住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订阅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